早晨。早晨啊。最早晨。香港疫情嚴重，好大喎！琴晚三萬幾宗。三萬幾未算大喎，呢個世界紀錄係我嚟破嘅。好彩我啱啱check咗冇中，你都要check下。上面嘅時候咧，都要左閃右避。係啊。而家咧行呢條路就好輕鬆咯，但係就覺得有少少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種感覺，我有嗰啲覺得有少少濕落嘅感覺，好似冇咩生氣，冇咩生氣啊咁咯。大家都好似都愁眉滿面。我哋往前行，我哋要去。我又做啲開心嘅嘢，行下啦，周圍行下啦。係咯，周圍行下，那順便爬爬下片。而家我哋行喺馬路中間啦。We can see so clear. Ooh, we can see so clear. Ooh, we can see so.現在老公在看著咖啡，宇春園買了這個咖啡。哇，今天好多人排隊，要等一陣先得。好，我們剛剛去了大新，現在去駕駛站。這裡就是駕駛站了，大新過幾間，那就看看了。你看這間是彌敦道上面的大新架真咋？哇！喂！哇！抵啊！$30兩盒喎、啊！我都話抵嘅，抵過自己整嘅。真係抵過自己整。我哋啱啱買23，佢呢度買$28。都冇開喎，佢邊間麥當勞仲叫？嗱，你看彌敦道嘅麥當勞對面嗰間麥當勞又冇開，係呢間賣蛋糕啊嘛，佢話生意很好。我哋行到東達士街啦，嗱呢度有間伊蓉，旺角。今日都旺角今日人都多啊，唔係唔多喎，呢係。都很多人過馬路的，是啊，過馬路即是集中了人然後一起嘛，一起行嘛，是啊，所以就多人咯，你覺得這個旺角就現在都算有些人氣，去兜個圈快下。好啊好啊，我們伊蓉今天又是星期三哦，哎，佢真系写喎，暂停通知，你唔行都得。哦，疫情严重，本公司将暂停周三的业务，希望我们的疫情通知我们会继续加强。然后这是旺角的通菜街，
疫情下的通菜街，看他在卖什么，卖快速测试剂，卖最流行的空气雾化液。哎，对，这都无开。那呢度有啲铺有开，有啲铺系执笠，有啲铺系因为疫情就闩咗。呢、這个就系而家香港嘅情况咯。好大大机棚，好开。嗱，呢间嘅蛋糕，一个字形容，$100一嚿。很真的挺贵的，但也很多人买。我不会买，我买不到手，等于$400台币。搞个 cheap on skate。好了，我们出来走了一个圈之后呢，即不要拿以前来比较，是没得比的。不过呢，这个第五波，这个 COVID-19 的第五波在香港来讲呢，杀伤力真的很大了。即对市面的经济啊，对人心啊，好似个个都揦埋块面敷口苦面咁样，所以咧就应该咧，即系大家如果系 WhatsApp 啊、微信啊、Facebook 啊，即系多啲好笑嘅嘢喺度，大家开心下俾人，唔好大家即系其实疫情系惨嘅，好多人都即系改变下生活方式，咁但系咧。即是一个教训，就是幸运不是必然的。总之希望疫情快点好返啊，是啦，让大家恢复到正常的生活，是当然是最开心的事啦。好啦，今天疫情快过啦。是啊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你看平时这里会有车的，你看现在我们走在马路中间都可以。哎，来出来晒晒太阳都好。